邵老师来这边给你开示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今天这个英格丽会对你像刺猬一样，是因为她害怕你抢走她的男朋友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如果你王米娜也找到了一个男朋友，那事情不就结了吗？她就不会再处处针对你了呀。问题是我就没有啊，找嘛，你以为这么容易上网订就有？哎呦，没那么难找，好不好？就是也许你前面就有一个不错的对象，品学兼优，无不良嗜好。你啊？对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晴天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高塔公主。